雅万高铁是中印尼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合作旗舰项目，建成后将成为印尼乃至东南亚的首条高铁，将极大提升印尼的互联互通能力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。动车组和检测列车运抵印尼，标志着雅万高铁的运营准备迈出了关键一步。中老铁路开通九个月以来，累计发送旅客671万人次。 货物717万吨，其中跨境货物228万吨，国际货运总值突破100亿元，黄金大通道的作用持续凸显，日益成为地区互联互通的加速器和经济合作的新引擎，受到地区国家的普遍欢迎。雅万高铁和中老铁路正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9年来，中国同东南亚国家一道。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，深化互利共赢合作的生动缩影。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合作，将为区域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正能量。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，情谊深厚，命运与共。中方愿同各方一道，坚定不移地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为实现共同发展繁荣。 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，做出积极贡献。维护和发展好双边关系是中英双方的共同责任，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。中方始终坚持在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发展中英关系。我们也希望英方和中方相向而行，使两国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。 中方将依据外交惯例处理致贺事宜。中哈是友好邻国，两国多层级保持着密切往来。关于你关心的具体问题，我目前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。 中方注意到肯尼亚最高法院作出的裁决。 使选举争议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。我们对鲁托先生当选肯尼亚总统表示祝贺，祝愿肯尼亚保持和平稳定，国家发展取得更大成就。肯尼亚是中国在东部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，我们期待同肯方一道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的新成果。 我们强烈谴责针对外交机构和人员的恐怖袭击，向遇难的俄罗斯驻阿富汗使馆工作人员和阿富汗平民表示沉痛哀悼，向受伤人员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。我们希望阿富汗有关方面能够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外国在阿外交机构和人员的安全。国际社会也应共同为维护阿富汗的和平、稳定、安全。 发挥建设性作用。